位又離開 FIFA 十八啦。咦？依三包係個卡好少見喎，係高級租借球員獎勵組合，哇！好難讀喺個名字，好長。點租借法咧？係咪有借唔使還呢？有借有還上等人。好，我哋睇下係啲咩卡啊？嚟啊！好啦，開啦！一顆流星可以用到七次嘅，七次咁大把。咦，車仔喎、啊！勁嘢啊！果然左樽奴，果然係租借嘅，永遠都係最好的。哦，默契風格係長，係啊！領隊聯賽越早，可以擁有嘅球場係咁多，但係嗰個球員真係好靚啦，係，但係都唔係好勁嘅啫喎，嗰個球員好似。買啦，係嘛？係啊。好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